一魂清高，天书一尊公贵，必有切高。实在不是母亲，我就这张行强独来给能我是和人识多凶资金，不是我要破雷击围墙。这是想你不可责怪不是母亲先做主定，也是为了对照凶手，希望早日坠入九处。是也幸亏出毒来控，我要破雷行毒，这是实际暗杀母亲天主那位杀手之好。当今不顾千金万客，这是天主阴灵心情让咱吹高级的凶手别魂天刚速速将乌鸦盆雷擒回心门，不必要将祖母将母乔红顶一边擒了，为天主不朽。是我看你们是对的。五分七分，我要分为一用，来告万红兵等候。这时阵，陈雕松飘人一杠，雕松领进四杆两。鹰潭化作鸟连环，这是不计天子的凶手，速求求擒来。连环射击，我要喷烈死在红街三人之手吗？那军队动用，有什么出人意外惊雄呢？红街之内明争暗斗，谁这是金钱阴谋家？关键人物莫桥红林又在哪里呢？蒙人就是奥勇兄弟。那么骄傲的身份何止有损，因两人的结拜真正是为了对付红盖吗？武林就是混沌之中记录输根，请你千万不可错过精彩呼吸我们的部队戏霹雳英雄本第47集继续进驻。